警方全面通缉杀妻要犯大富豪穆天红。舒璇，我杀了舒璇，我杀了舒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穆慧云在吗？我找穆慧云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远房亲戚。是吗？你是哪门子亲戚啊？姓什么叫什么？我走远一点，这可不是一般人家，容不得你打歪主意。走。我真是他远房亲戚，我找他有急事儿。不在，都出国了。出国了？对，出国了，出国了。那穆立群呢？穆立群在吧？我找穆立群。都出国去了，通通出国了。不在，走吧。都出国了。你烦不烦？我告诉你，出国就是出国了。你还啰嗦什么？赶紧走，否则我报警，说你骚扰名声住家，抓你去坐牢，知不知道你？还不走？走，走吧。切，别三论攀亲，我看多了。就是。连门房都换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蹊跷，绝对有蹊跷。什么贺总管？没这个人，咱们静园总管可是个女的。女的，是谁啊？我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我以前是在这干活的。嘿，想攀旧关系？那我告诉你啊，这儿以前的老人全给资遣了，咱们都是新来的，和你全扯不上关系。你还是走吧，走，快走吧，过来。你让我们董事长看见了，我就惨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董事长回来了。你干嘛？你给我回来！你干什么去啊？你还想拦我们董事长的车？你存心砸我饭碗是不是？董事长，谁是董事长？还说你是这儿的旧人呢？连静园的主人穆氏企业的董事长莫立群莫先生你都不认识？我看你是猪鼻孔插大葱，装像啊你！滚！你给我滚！起来！滚！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？还那么亲热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走，叫什么叫？走，快点，想你，去，滚！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乱闯穆氏企业总公司，给我滚！下次再乱闯进来，我把你送到巡捕房，把你关起来。快滚！
听见没有？快滚呐！滚了你！你看什么看？滚远一点！滚！快滚！修暂停营业，暂停营业。你一路跟踪我到这儿，想干什么？你从凤仪书寓一直跟踪我到这儿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来来来，吼吼啊！摇头来，要抢来，谁怕谁啊？哼，告诉你啊，招子放亮点儿，我好聪明，可不是好惹的，我可是丐帮的，拜过老头子的。你是哪条道上的？什么老头子？你连老头子都不知道是什么？哎，看来你不是混的。老头子？哎呀，老头子就是一帮之主，懂了吧？我不懂，我没拜过什么老头子，可是你们家老头子却拜过我。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们家老头子拜过你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你爸的拜把兄弟。啊，这你得叫我一声东伯。我叫你什么？东伯。哎呦，我你胡说啊！你以为你年龄大就想唬我啊？我唬你？除非你不想见你爸爸，那可就另当别论了。我说真的啊，我正急着找我爸爸呢。你真的认识我爸爸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你爸爸的拜把兄弟。你爸把你的一切都告诉我了。你不信？我可以拿证据给你看。证据？哪儿呢？过来干什么？这个，是什么？你爸爸把这封信和你的相片都交给了我，他希望我能亲自带着你，督促你上进。我也答应了他，我一定不辜负他的心愿，我一定会好好栽培你，让你将来能够大大的出人头地。别逗了，就你，
你在陪我？没错。嘿，我说，哪混呢？啊？我嗯。我目前无业。我看呢，还是我栽培你吧。哎呀，你呢？先回去稍微打扮一下，然后呢，穿一件像样的衣服。我还可以把你介绍到凤仪书院，到时候啊，我会让你在门口拉拉客，叫叫客人。到时候啊，你可就大大的露脸了，嘿，大大的出头，大。我问你，你现在想你爸爸吗？想。大点声。想。再大点声。想。多想。特别想。想到什么程度？我是想我爸爸想得睡不着觉啊！如果我找不到我爸爸，我就是不孝子，我还不如自杀算了呢。那好，你给我听清楚。从今天起。如果你再到妓院去上班，在你还没自杀之前，我就先打断你的腿。哎，我说，你凭什么管我啊你？凭什么？就凭你爸对我的托付，凭我对他的承诺，我就有权管教你。就你还管教我？哼！他还说，如果你不肯服我管教，就和你断绝父子关系。啊，我说有这么严重吗？对，就这么严重。他还告诉我，如果你不听话，就不许你再踏入家门一步，并且他到死也不愿再看到你。你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多伤心呐、啊！好可怜的他呀，为了自己的儿子，他说他老泪纵横。我不忍，我真的不忍呐、啊！哎呦，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您呢，也别再不忍了，您呢也别再难过了，我扶您管就是了，我扶您管啊！真的？那还能是假的吗？虽然呢，这一来我这几年的奋斗啊就全白费了，二来呢，我这大好的前途也就全毁了。哎，但是还是父亲最重要，您说对不对？这工作没了可以再找，父亲没了呢可以让娘再找。嗯？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父亲没了叫娘再找那也不成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娘她早就没了，就剩下这么个至亲的老爹。哼，他要是不认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我这奋斗给谁看呢？我这衣锦还还哪个香啊？对不对？说得对，我早就跟你爹说嘛。你这孩子本性不坏的，那是只是欠教导吧、俗话说井要掏人要教，哎，我会好好教导你的。那我就谢谢您了。请上座。请喝茶。人凭志气，虎凭威。对对对，从今天起啊，只要立定志向，努力奋斗，你啊一定会成功的。成功努力。哎呀，打起精神做人。哎，扯只腰杆睡觉。哎呀，行了，今天啊我累了，哎，我准备休息了，您呢先请回吧。啊，哦，这样吧，以后每年孔夫子生日那天呢，您呢就来叫我，到时候我肯定会打起精神来听您教导的。慢走，不送了。我呀，今天就住这儿了。哎，不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你不走了？我没听错吧？你没听错呀？今天起，我就住你这儿了。
你要住我这儿？这可是你爸说的呀。啊，我也是不得已呀。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盯着你呀。哎，这你住哪间呢？这我、哦、那我就住里边吧。别，你先等一下啊。你刚才是说你住我这里啊？那你以后是不是吃我的了？好吧，那就吃你的吧。不是，好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白吃白住白喝你的，你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。你的意思是？我会让你觉得人生会有成就感的。成就感啊？哼，你说的倒好听。那你说说，你怎么让我有成就感啊？我打听过了，最近牧师企业正在大量的汰换人员。哎，你到那儿可以去应聘个工作呀。我牧师企业？没错。嘿嘿嘿嘿，原来这牧师企业旗下也有妓院呢。胡说八道啊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让我去公司应聘小职员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成就感？啊？哎呀，这个实在是有点太委屈我了，而且呢，也不合我的兴趣。好，那你说，什么样的工作或职务，让你觉得不委屈，啊，也合乎你的兴趣？哼，这起码也得是个让我独当一面、挺直腰杆儿，让我觉得有点威风的职务啊。嗯，那这是你说的？我说的。真的？没错。哦，那你就去牧师企业去应聘。应聘什么？大门警卫啊。警卫？开大门的？没错。大门警卫非但能独挡一面，还让你挺直腰杆，而且手握警棍，身穿警卫服，你想不威风都不行了。这什么？这正好符合你的要求和条件呢。哎，就这么决定了，应聘警卫。啊？聪明我已经找到了，你放心，我会像对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的，好好照顾他，教育他，绝不让你失望。长寿啊。忘记带水了。哦，谢谢。你不是说中午村长伯跟阿桃婶儿要来咱们家吃饭吗？怎么还帮我准备饭盒？
这不是午餐，是你爱吃的玉米糕。我昨夜里磨好的玉米浆，今早才蒸出笼的。你带到茶园去，当点心吃。嗯，谢谢。今天莫先生出差回来，一定会来看这疯女人，到时候咱们合唱一出大戏给他看，让他彻底休了这个女人。哎，这天，哎，这天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嗯，那这天不行不行，哎，这哎，你看这个，哎，这天好，哎，你看你看，哎，耀华，哎，这天好啊，宜嫁娶，安床。订婚开锅，哎，大吉的日子，哎，这日子好啊，那就选这天，就这么定了啊啊！你定什么？又不是你出价，真是的。哎，小爹，你的意思呢？看耀华的意思吧，让他做主。哎，好，耀华，你看，哎，多好的日子啊！宜嫁娶安床，订婚开光，哎，你看这天不好啊。为什么？这上头写的跟我妈的生肖犯冲。嗯，跟你妈生肖犯冲？嗯，跟你妈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跟我妈。王臣有灵吗？说不定大喜之日他一想回来看看，那就不好了。嗯，那就另选一天吧。哦，啊，来来来，重新选。哎呀，这个这天怎么样？好像这天也不行啊。不行啊，再看再看再看，那往后翻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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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个叶妈生前那么疼我，我这做媳妇的不该吗？该该该该，那就对了。所以我这个做儿媳妇的呢，当然也得更尊孝道。哎，以后咱们将初一十五上坟改成每逢十都来上坟祭拜我婆婆，你说如何？不过问题是，我母亲把你当成儿媳妇，可我还没有认定你是我媳妇儿啊。哼，我才不管你认不认定呢，我说了算，我呢赖定你了。乖啊，我来帮你化妆。嗯，来坐下啊，佩云，乖乖哦，我帮你画一个漂亮的妆，来，过来，我帮你画得漂亮点，你去找耀华，然后你跟耀华结婚好不好？嗯，这娘子嫁给耀华，这娘子嫁给耀华，对，去找耀华，去跟叶耀华结婚，嗯，找耀华，找耀华，耀华，耀华，找耀华，找耀华。
小燕。先生您回来了。冯姑娘呢？在客房里。太太呢？太太在您房里。在我房里。嗯。佩云，要给要花。佩云，新娘花。佩云，要给要花。方才薇，方才薇，方才薇。方才薇。冯小薇，先生，冯小薇，先生，先生，冯小薇，给我起来，给我起来，起来，先生，小姐，小姐，滚开！我问你，你是怎么对待佩云的？说。娘，你不能这样对待彩薇姑娘啊！她受了重伤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没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是太太，太太疯了，她打伤了彩薇姑娘。是佩云，是佩云，她把自己打扮成新娘，她要去找妖王。我和小燕不让他去，谁知他随后却拿了一把大铁锤进房里追着我打，他打伤了你，伤了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没了。我们的孩子没了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，他走了。您这招还真高。一石二鸟，同时把您假怀孕的套也一并给解了。世界上再伟大的爱情也比不上骨肉之情，最具深的恨也就是杀子之恨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先生盛怒之下失手杀了女佩云，不能害他坐牢。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杀了我的孩子，杀了我的孩子。烟花，救我，妈妈，再叫，救我，再叫，我看谁来救你。烟花，救我，看谁来救你，救我，看谁来，看谁来救你。救我！你叫我！救我！
我让你去嫁给叶耀华，我让你去嫁给叶耀华，我让你去嫁给叶耀华，我让你嫁给他，我让你嫁给他，我让你嫁给叶耀华，放手啊！快，快带他出去，把他带走，给我回来，给我回来，给我回来！他疯了，回来！疯了，让他走！回来，让他走啊！让他走，让他走！紫薇，紫薇，紫薇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。是我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孩子。不，你没错，是我不该，我不该将佩云留在你的身边，我不该将佩云留在你的身边的。那就让他走吧，让他走啊！他都已经疯成那样了，还想着叶耀华，都疯成那样了，还是要和叶耀华结婚。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，他从来就不曾爱过你，我们就让他离开，放了他，也就成全了我们自己，就让他从此离开我们远远的。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否则我再也不敢怀孕了，我再也不敢怀孕了。我求你了，让他离开这儿。他在这儿，只能使你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，他只会阻碍你的未来。让他走吧，让他走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让他走啊，让他走。就让他走，让他走，否则恐怕我也会打死他。让他走吧，让他走吧。婚协议书，你与莫立群，你甘愿将所有财产送给莫立群，好换取莫立群与你解除婚约。按手印，你就自由了，就可以去找叶耀华了。
华到底怎么了？到现在都没有选好日子，真是急死人了。呀，小蝶，做饭呢？阿桃婶，你来啦？我当然要来了。你到底急不急呀？急什么？哎呦，真是个孩子！这件事是你着急，不是我着急的事。啊，你是说？是啊，你跟耀华结婚的事。上次我帮你们挑选的好日子，可是耀华他说不合适，也不知道他把日子选好了没有。这个我怎么知道啊？你要是不知道，我就更不知道了。不过呢，也难怪，你没结过婚，没有经验。你要是有经验呢，你就不会找我们帮忙了。阿桃婶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今天呢，我就是特地为这事儿来的。真的？那太感谢你了。何止感谢呀，那天没选好日子，我压根就没睡好觉。真的？那你村长伯还笑话我呢，说就好像是我自己结婚一样。怎么样，这耀华日子选好了没有啊？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嗯，那你没去问他？哎呀，那你主动去问他嘛。我，你怎么老是摇头啊？我不敢问。哎呦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啊！这结婚呐，可是你们两个人的事。哎，你听我阿桃婶的话，没错。其实啊，耀华是不好意思说。哦，对了，我这样，又重新为你挑选的三个好日子，待会儿啊，你拿给耀华，你告诉他这个是你选的，他呀准能答应。我看。还是您给他吧。哎呦，还是你给他比较合适，因为结婚的是你和他，又不是我和他，明白吗？我呀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啊，等你们的好消息了啊。哎，走了走怎么跟耀华说呢？怎么说出口啊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你怎么了？今天做这么多菜，有客人来吗？没有，就我们两个。哦，好吧。来，这是你最爱吃的土鸡，试试看。怎么样？嗯，真不错。再试试这个，这个啊是用快火爆出来的花椒牛肉。哦，你也吃啊？让你试你就试嘛，吃啊。不是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吃嘛，你吃啊。嗯，真不错，很嫩呢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那如果好吃的话，我们结了婚之后，我天天做给你吃。结婚？对啊，阿桃婶说，全村人呐都等着我们结婚呢。哎，对了，这是阿桃婶重新帮我们选的三个好日子，任由你挑选。我挑选？那我选好了。就6月16吧，这是个好日子。怎么样嘛？你觉得好不好？小蝶啊，叔叔想跟你说一句话。我很疼你，真的很疼你。只不过佩云现在这样，我真的没有心情跟你谈这些。
什么？为什么我每次跟你谈这些的时候，你总是提到佩云？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哎，小蝶，小蝶啊！为什么？小蝶，叔叔告诉你，佩云是我今生最爱的人，而你是叔叔心里最疼的人，所以你不能爱我，你真的不能爱我。